勇氣。在過去的一年，我們由926開始，我們有一班的學生和一些群眾是衝入去公民廣場，開始啟動了這個的雨傘運動。然後由928開始，警察是投下第一個的催淚彈。其實我們看到我們的香港人都在街上，即使面對催淚彈、警棍，我們都是無畏無懼的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展現出我們香港人無比的勇氣。然後呢，就是我們看到有最近開始一連串的秋後算帳、政治檢控，我們很多朋友仔都是要去法庭，甚至是要去到這個警察總部是預約被捕。所以在這個的雨傘運動之後，我們希望各方的朋友可以承接著在雨傘運動，我們面對催淚彈、面對這個警棍，用無比的勇氣都可以繼續迎接這個連串的政治檢控。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，去對抗所有的政治打壓。勇氣。